Hello，大家大年初二好！央视的春晚不知道大家都看了没有啊？大家也一定在网上看到了啊，小岳岳的那一首非常刷屏的歌曲，非常好听，也有民族的这种风味。然后呢，我们在河南卫视的春晚上面也有一曲非常古美的舞蹈，仿佛从博物馆中那些唐代的陶俑侍女一个个复活过来啊，跳出了一曲非常优美的舞蹈。但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小岳岳的歌和的舞蹈，其实他们之间非常的默契的匹配起来。那么今天呢，我就做了一个剪辑，把两者呢完美的来演绎给大家，大家一起来欣赏，在其中可以浓郁的感受到咱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的魅力和古陶瓷的这种优雅美。我们一起来欣赏。叶老师，走。哎呦，那真喜庆。